给你。滚！给你。对，就你。要微信号啊。给你，走事。啊？斑马线。嗯。创子赔钱。创子赔钱。滚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阿彪，干嘛接的？妈接的，阿彪，阿彪，阿彪，妈接的，妈接，妈接，妈接！我还小，我还小，老爹，老爹，阿妈，我今天我才感受，干嘛爹，干嘛爹，祖宗，祖宗，祖宗，我的祖宗，你是我的祖宗啊！心都咳出来了，哎呀，祖宗！看人，嗯，猴子兵，嗯。就打不着，嗯，就、啊、我试试好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苍井空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高端有谐音吗？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宋仲基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宋仲基？宋仲基？宋仲基也配吗？少女长大，陪阿姨聊聊心里话。阿姨好，阿姨妙，阿姨收你一钞票。阿姨不知道，阿姨不会每天要报告，阿姨每天阿姨甜，阿姨卡里。你追我的时候像个正人君子一样，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就跟个色魔一样，到现在我们俩结婚了又变成了正人君子，为什么啊？说明我们男生都这样。大部分男人都这样，因为大部分的男人都有优秀的品质。什么品质？不忘初心。看后面这对爷爷奶奶多恩爱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，我跟他们合张影吧。哎姑娘，哎，给你100块钱、哦、不是爷爷为难你，照片上叫他老伴看你，叫我老伴看你，我现在是三个，三个啊。六爷，我这背后有点奖，你帮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乌龟。乌龟？什么乌龟？王八。你背后有一只小王八。有啥？你背后有一只小王八。小王八。哦哦吼哦吼吼吼吼。你先跟我解释一下你的工作牌和工作服呢？你不要解释这么多了，罚款200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也是从你们这个位置做起的，现在呢我已经有房了也有车了，你们也必须给我加油，听见没有？你买的车凭什么要我们加油？错，就剩最后一道防线了，跟谁稀罕谁。哦，我要小姐说你得理解他，他是个男人。理解什么？我的视频不是流氓，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那你怎么没反应？你不够吸引，你不够吸引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你得去死呀、啊！是你让我住这儿的。我不管，利用你的后半生来负这个责任。好，同意了。嗯，我去坐牢。夜凉渐懒心似水，跟他走了极空虚，当天的好早已经变气如虚，心死了或许。没有撤退可言。没有撤退可言。男人18岁和40岁有什么不一样？18岁。40岁。
老师他生病了，生病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有撤退可言。是老师啊，老师。同学们好，把鞋脱了，丝袜也脱了。老师，你洗完脚啊？当你赤脚踩在地板上时，就不会有静电了。你是物理老师还是地理老师？都会一些。我马上就要变生理老师，什么什么呀？忘了跟你说，我兄弟他……你这种情况……不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！清风无人问，诗经万般尘，与君酌情斟。你这个操作，你要把我带死！没有撤退可言。没有撤退可言。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哎呦我的妈！对象要注意了，你们的女朋友很有可能为了让你陪她干出这种事情。你除了这干的事儿吗？你天天不是干。哎，别动，歪了。你快过来。哎，正了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